要不要赶快供哦？哎，是调节的，会不会这样？我老实讲啊，有时候我会的，但不多了，真的不多。新竹应该蛮多这样的机会。所以真的会这样蛮多的，真的不是因为就可能是哦比方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是太喜欢，但你不方便当面表达你意见，就是哎呀公哦我不爱请今天上之类的，对呀、啊、那比如我改过今天想听了哈，你可是早说公哈，但就是现在我们不太会在他们面前讲闽南话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不太尊重，不太尊重的感觉。 对其实大家讲普通话会比较好。 对就像如果他们讲上海话就是知道不想让我们听嘛，对，就这样不太好。对，嗯，那两位最拍这部戏，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？没有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是都觉得都很愉快，是不是？还是你有？基本上就是不太愉快，就没有了。其实蛮不错的啦，但是。有一场我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们演一个接吻的戏，但是我们两个真的不太熟一开始，所以在不熟的时候就要演比较亲密的接吻戏，稍微尴尬一点，其他都还好，就是没什么交流这样子。所以我就是在想，为什么我要我做吻戏？我这个也是蛮想尝试看看的。其实我们还蛮不合的。你想尝试想亲谁？想亲霍建华对不对？其实都可以啊，我觉得好了，来快了，快点来，可以啊，来我是内地打板的，就两个借位就很偶然的情况下，就是扫地扫。一半突然接吻，对，就是盲女扫地，突然那漫画家一时兴起要去亲盲女啊！来，我是那个内地的打板啊！来，我死了三二来 ，Action！ 那个小香啊，稍微扫好一点啊，可以吗？好的，好吗？好的，不是小香，我跟你讲，扫地呢要这样子扫。你都忙来看人家干嘛？然后菲佣就来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？哎，我真的蛮适合，就是不是我一直在怀疑说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这种亲的这么的那种，就是好想试试看的，对啊。应该把我们主角放在那边干嘛？没有，我太傻了，对啊。所以这部戏就是在九号的九点钟要上映，对啊，希望到时候所有的朋友能够支持这部戏。对，就你们两个在私底下就这样打打闹闹、吵吵闹闹的吗？没有，我们私底下不讲话。真的假的啦？通常这样讲的人都。是不是不是拍到倒数前三天，倒数第三天杀青的前三天才熟，所以到现在真的比较好一点。那时候前面真的不熟，因为很不熟，因为他就是比较没我话比较多，对，然后他就不讲话。那我碰到人家不讲话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你拽什么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爆料啊，出来没有啦，就是因为。我是女生嘛，那我也不能太主动，一直去跟人家聊天啊，搞不好他觉得我对他有意思，所以我就，对，所以我就没有那么主动。嗯，那后来我们吃饭熟的，就比较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会常常约我们的林小姐去吃饭嘛？如果熟了以后，熟了以后会，对，就是。因为我们后来拍完之后，我们还有一起就是在上海那边，他在拍戏，然后我也在，对，刚好就碰到面，对，吃饭就吃饭，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是两个单独还是各有带各的朋友，没有，他有助手都在，对啊，都一起吃这样，比较热闹一点，助手坐另外一桌，助手坐另外一桌，然后还是有没有什么在拍戏的时候有各自有谁谁谁来探班，有没有讲广东话的来探班？哎，好像好多讲广东话，我们剧组是香港人。对啊，全部讲广东话。我有小香换你问。可是通常男人到上海哦，会不会去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？比如说像是夜店啊，要不然就是像一些喝东西的店，还是说就是女生会比较多的地方啊，然后男生也很多的地方，晚上去也差不多是在半夜十二点之后。哦，十二点之后我们没有，是两点钟去。半夜两点。没有。应该会吧，就是拍戏之余，如果真的有时候在外地拍戏，真的蛮辛苦，会去一些比较轻松的地方去做。怎样轻松？就是可以喝喝东西啊，然后就直接带到外滩看夜景。没有啦，外滩直接带回来，外滩十点就关灯了。也是，对，其实我们俩真的很想问八卦，可是又碍于是新的主播，好吧，下次好。所以有关于那个导演跟那个。哦，你说那个就不太能够问了，好，还是想帮我们回答？没有没有，他说你的，不是我。好，我们谢谢，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支持，谢谢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